Emerging first in MediaCorp's Radio DJ competition, the Soundmakers 2016, Ze Liang embarked on his journey as radio DJ. Not only is he talented, some say he might be one of the hottest radio DJs in town. Is he still single or is he dating Hazelle? Hey, what? Who wrote this script? Who wrote this script? You know, I've known Ze Liang for 7 years, worked with him for 3, and have never once been to his house. Like, what? But what I do know is that his mom is pretty strict on his dating life, so today, let's grill him together.哇，这么快开门的吗？快又！哎，是你啊，是你啊！我们怎么在房间？今天怎么？我假装很久没有见，你知道吗？好久不见哦，小孙哦，开心哦！哎，来来来，你在外面偷袭。OK，去我房间，走。哇，这么快的吗？住直接的吗？欢迎来到我的房间。这里是你房间？是啊，这我房间啊。 No, I've seen it on Instagram. This is not your 房间. It is. 我最近换了，我跟你讲，我最近重新改了一下下，就变成这个样子了。No, 看一下这个。 Okay. 哇, 这是你的 wardrobe. Is this your only wardrob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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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就这个咯。我跟你讲，我家里好像所有的衣服都在这里而已。屁啦！出门前我就来这里呢。你看，换完衣服，照照镜子。你看旁边我的鞋都摆在这里哦。这个抱枕我今天特地拿出来给你的。回忆杀。 有没有？这是我们933。我们以前老板给我们的，每个人有一个。OK， 你就抱着啦，你抱着有我的名字，挺不错的哈。对啊，我看嘛，这个床 OK 的。有多少女生上过这张床？这个床嘛，哎，你吃早饭了吗？好啦，这是你的 spare room 是不是？这是我现在正在改造的一间房，我希望能够当一个是换衣的一个地方，我可以照镜子。第二呢，你看这个灯对不对？嗯，我就可以拍一些。 小视频啊， oh. 或者拍照的话比较方便啦，因为有很亮的灯。所以是 like a walk-in wardrobe and shooting space mini studio 的感觉。哦，但它在改造咯。你的房间长什么样？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哎。对，走去看一下。啊，这我房间啦，什么意思啊？不可能，这我房间。I don't believe. No, let's go。我先睡了，我先去了，拜。哎，我陪你。哇！ 哇 ，bro， 这边是发生什么事？哎，这个秘密机关，你要不要猜猜看？这是什么啊？天哪，好神奇啊！哇，为什么你需要那个洞？你不用那个洞也可以的喂。因为先有门，才有这个。 然后就发现，他如果我不打个洞，你怎么关？你不需要完全打开啊，这样你就可以保持你的 aesthetics 啊，不是吗？然后你家的门就开到这么多。对对对对，所以你是难怪我没跟你一起住。也是也是。走，看玩具，来来来，这是我房间里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我的这个小小的算是书架吗？嗯，好，可以放蛮多东西的。然后呢？ 说到玩具来了，你看出这是什么？Oh, it's a little Marvel car。Can you tell which superhero does this car belong to? Of course not. I don't know. It's so the obvious. Flash. It... <laughs> 他在讲 the Flash Marvel the Flash. Oh right, that's not the Marvel guy. Okay, let me guess. Wait, Spider-Man. Because it's webs here. Yeah. 哦，我知道，这辆小时候最喜欢的超级英雄就是蜘蛛侠。对，而这个不一样。2004年，19年前买的哈，然后这一款很有纪念价值，因为这个是我当时辛辛苦苦存钱买的。以前要买玩具哈，然后妈妈就讲啊，玩具很贵嘞。等一下，2004年你才7岁哦。对，我7岁时候买的。 那哪来钱啊？零用钱？所以那时候就做家务啊，然后做家务呢，然后做一次，妈妈就会给啊一分钱，然后一分一分的存 one cent，就太容易买了。当时这个汽车才卖到2块钱不到吧，可能，对不对？哇，你会很厉害，我大学几招嘞，真的，so cute。OK，这个值得你纪念收藏。所以我最近就买了这个小小的保护盒，给它保护起来，好不好？ Boys and their toys, seriously. 对，然后当然长大之后就有更多不同的这个 toys 啦，哈，比如说一些这个积木啊，这个哎。
这个战舰帅哦，帅，那个帅，超帅。OK， 这边这个我很熟悉，因为这个我常常在你 IG story 看到你的电脑，你常常在这边看戏啊，然后那些 figurines 我都知道的，尤其、这个、你认识哪一个？这个叫什么 ？Goda， am I right？ Goda， 朋友们 ，Star Wars 的最新的角色 Goda， 哇，你这边零食也很多哦。这是我的零食的收纳箱。所以我觉得这个舒适的空间少不了好吃的零食，对不对？所以我会有很多不同的选择。我认识的你是不吃这种零食的、欸、其实啊，我是一个很馋零食的人。嗯。但是呢，为了一定的形象，为了健康，我是会故意去克制的。这个是我主要会用的护肤品的一个小柜子，所以我的护肤品基本上都在这里。哇。它有 little brown bottle 哎、欸，然后哦不错嘛 ，eye cream。嗯，我个天天不睡觉的人，我觉得护眼霜很重要。我再不用护眼霜的话，我就快没有眼睛了。Sleep mask so important， 你没有这个弄吗？这谁给的？是我给的吗？是你给的。哦，是我给的。是你给的。那你才用这一点点。所以我的嘴唇现在看起来很干。哦、oh, ，this is a cat rack。这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贴在墙上的置物架吗、嗯？我可以放我的帽子，然后我下面买一些不同的容纳袋、收纳袋，嗯，都可以放不同的东西。I really love how your room looks. How much are they cost to make that? Gel crust. So this is given to me by a listener.当时是 Gerald 还有朋友们做给我的哦， oh. 对，所以那时候送给我，然后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把它挂上墙，然后我听说你好像来我的房间看一看，这是为了我，然后我想说，的 Gerald， 我刚好，感动，不过他们真的很有心，帮我做了一个这个，这是我的那个 IG 的 handle 嘛，对 ，at Zelcross， follow 起来 ，follow 起来，对，那改造整个房间差不多花多少钱？哇，因为其实每个步骤都是分开做的，我不是说一大大工程一次做完，所以加起来可能一个 I don't know 5000，可能5000吧。书桌啊，对，啊、最近换了新的那个衣橱，对，差不多1000左右。看看电脑可以吗？这电脑很新啊、哇，好大屏幕、哦。Oh my gosh！ 我在 judge 你的 search history 耶，怎么了 ？Super Mario 玩的，你都看这种东西的吗？没有。In the life of a Singapore bus captain， it's a review 我。我看一些很多就是杂七杂八的视频，因为我觉得你看这视频不需要看很多很有营养的、很有教学意义价值的视频，有的时候你就是纯放空，对，脑袋全放空，看一些无聊的视频啊。你没有 follow 我、啊。你可以 follow 我吗？你可以 follow 我的 channel。他有你有 YouTube 吧、啊？没有。哎、欸，什么？有 Hazelle。你可以 subscribe 吗 ？Please， 我帮你 OK。我全程没有讲一句话，可以吗？可以。你看你干嘛 ？Subscribe 吗 ？You ask for what？ OK 了，再多一个。OK， 谢谢你的时间。我现在去找呢猪妈妈和她聊聊天了。拜拜。聊什么嘛？我们继续聊啊！我要让他这种很好的影响。继续聊啊！我们继续聊啊！你们聊什么？我们继续聊啊！